是偶像剧吗？两个人靠在栏杆这儿。你真棒，没头发、啊、没头发。六块腹肌。You what? 爸爸塞了爸爸卡。死亡题哦，女友 P 了一张她朋友的照片，问你好看吗？你又不回答了。好，好，就是、情商高，对。祝孤生你俩。你的衣服是自己买还是别人买？比如说今天这套啊，就是搭出来。你是为我们节目买了一套。不要摸，不要摸。立刻不敢动了。还有什么上门的服务？因为我很爱打麻将。上门陪打吗？陪打。那其实他们这个风险蛮大，能做这样就是三千一，他的牌子应该是很好的。他都能赢我钱了，你想想。呦呦呦呦呦呦，麻将高手。帅，王嘉尔。啊，怎么成这样了？啊，怎么越来越小？啊，缩水了，怎么只有这么一点点了？我们接下来要考验一下大家是不是能够懂对方对自己的点，就是我们会给两位戴上耳机，你们大声的夸对方，其实听不到的要猜对方夸的是什么点，好不好？我们先拿两个耳机上来，来，你跟我啊，我要远一点。哦，亲嘴型了，太麻烦了。耳朵好吧，眼睛还不好。哥哥，这里这里。哇，是偶像剧吗？两个人靠在栏杆这儿，来吧，开始。你跟我一样聪明绝顶。什么？你跟我一样聪明绝顶。你的药特别灵。什么药？你聪明绝顶，你真棒。没头发，没头发，没头发。哎呦我！已经又没了，一字一句完完全全听清楚了。哇哇，换你换你换你来，好玩，请。鹏鹏你真棒，吃完东西不浪费，肉都挂身上。鹏鹏你真棒，吃完东西不浪费，肉都挂身上。鹏鹏你真棒。对，然后你是不老飞啊，六块腹肌。这样，你夸一下鹏鹏好不好？我夸你，夸鹏鹏，我用自己的语言夸了。OK， 好，你说，你说，我说，我说，我夸他，你不像魏大勋，你不像魏大勋，你看起来比我小。你看起来比我小，你看起来比我小。哇哦！爸爸塞了爸爸拉来，爸爸塞了爸爸卡。哇！以上听力测试大家都得了100分。我们有几道情商题啊，可以那个好好的来考考大家。那个比如说下一题，请各位请注意。女朋友点了一份外卖，外卖小哥不小心把汤洒了，你会怎么办？鹏鹏，外卖还能吃吗？就他全洒地上了吗？就外卖还能不能吃？不是全洒了，全、啊、就外卖也不能吃了。你自己设定。对，我的意思只是洒了汤，东西还能吃，我就把地扫干净，然后给他吃。啊，这是你的回答。啊、对，如果就全洒了，我就收拾干，先点外卖，然后再收拾干净，再给他吃。就重点，重点。对，我也 OK。好，我会说，我看到他要洒掉了，没关系，我躲开了，没有见到我。啊，宝宝放心，我躲开了，没见到我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好，我们听听看李阳的教科书式的回答，好吧？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就是会说，我一个厨师在家不做饭。搓衣板在哪儿？哇！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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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我一个厨师在家不做饭，让女朋友点外卖。搓衣板在哪儿？我去跪。那也不是你的责任啊。但是这个问题，这就是情商高的地方，就叫求生欲。明明不是自己的责任，揽到自己身上。这是情商高还是傻啊？根本明明不是自己的责任。你俩握手吧，祝孤生。哎不，哎，这不是自己的责任，干嘛放进自己的责任？好、啊，下一题，下一题，不讨论，下一题啊，下一题。男女一起喝一杯奶茶，
男生喝了十三分之九，十三分之九，这么女生喝了十三分之二，浪费了十三分之二，男生比女生多喝了十三分之七，我知道，男生比女生多花了七块钱，请问这杯奶茶多少钱？我就不回答，我跪那个拖衣板，也不是拖衣板，不是最重要的，对。为什么我会让女生出钱呢？明明这个就应该我来出钱啊，不会计较钱这个事情。所以这杯奶茶多少钱？多少钱我都出。二十，你说是二十，为什么？因为啊，七一个九嘛，一个九啊，一个九，一个九一个，然后加一个二，嗯，然后还浪费了二，那应该是四九十三，嗯，应该十三块钱。好，月月，你觉得这杯奶茶多少钱？就七块钱啊。为什么？就男生请女生喝的吧，应该。什么什么？黄老师还觉得二十块钱，我实际计较二十，这不是算术题。这是情商题，一听就是七块钱。男生比女生多花七块，这杯奶茶就是七块钱。你跟女生合喝一杯奶茶，你还要女生花钱跟你 AA 吗？有人是这样的，有人说就是这是个生活的观，就是观点不一样啊。有人是觉得应该大家，我觉得大事可以 AA， 但是这种一杯奶茶还有 AA， 稍微有点。我什么叫大事？比如说买房，比如说我们俩一起决定的买车，比如说我们俩一起决定的旅行，然后那个女生，她说我来负责机票，我说那我负责其他所有，我觉得这是 OK 的，这个是让那个女生自己也有，就是她自己觉得我是有消费权的，不然的话，女生如果所有都是男生，当然这要看你们两个怎么界定你们的关系，有的时候女生她会不自在，你是觉得我为你好，我决定所有事情，那女生就觉得在这个旅程当中我什么都不能说了，因为是你安排的旅程，我就跟着你走就好了。对，但是我不太建议，比如说一个七块钱的东西还你三块五，但我可以觉得，我觉得可以是这样，今天你请我喝奶茶，明天我请你喝咖啡，这个时候就是不是用数字，不是用数字，而是用两个人的，所谓的理财平衡、消费平衡。好，终极难的题来了，死亡题哦。女友花了很长时间 P 了一张她朋友的照片，问你好看吗？你如何回答？来，鹏鹏。好丑。来，你为什么要 P 一个？为什么 P 一个啥 ？P 一个没有你好看的人的照片。你为什么要去 P 一个没有你好看的人？不，我好看吗？谁谁都没你好看。谁都没你好看。我想到一个好绝的答案。什么？你说。拿开我不想看别的女孩子的照片。对，拿开我不想看别的女孩子的照片。然后那个女生就会说，所以怎么样？你是不接受我的朋友吗？这是我的闺蜜，你不接受我的朋友就是不接受我。哇哦，这么严重啊？没有开玩笑啊，就是有可能会遇到这样的回答吧。你会怎么答？首先肯定你的能力。OK， 就是你 P 图怎么这么厉害？然后呢？然后同时也表达，他没有你好看，我就会说，怎么可以把他 P 成这样？就是把一个这样的东西 P 成这样，你 P 图怎么这么厉害？好，我们再来听一个，我们再来听一个教科书式的回答，李阳。Oh my god，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，是经过你的手 P 过的照片都没有你好看。You what？ 其实就是你那个意思，又肯定他 P 图的能力，但是又肯定女朋友更好看，就是哪怕是经过你的 P 图技术 P 过的图，但周飞真的 P 得很夸张，就是那些线都是乱的，这样的话，我觉得还是要老实跟他说。你不觉得吗？我发现其实祝孤生的不是鹏鹏，是我们嘉儿。为什么不能较真儿的？这是一个游戏了。你不会老实跟，如果有伴的不会跟他说线歪了，明明是这样的，发现不了，就是心跳一样的，这样的，如果也不会说。那你好好情商高，对，就只能说，哎呀，情商高，你这招很厉害啊，厉害，情商高，摸摸山水画。我们来问问李阳是如何练成的，好不好？你怎么会这么有求生欲？因为我媳妇儿在生活中就是像这样的一个人，我在生活中经常被问到。其实可怕的不是你把正确答案答对了，是你答对了之后的一连串的问你，你怎么知道答案的？你是不是在网上查了？是不是别人问过你？谁告诉我现在谁问的？就像这种就夺命连环问，真是的，太难了。所以慢慢的就会发现，
用一些，有的时候用一些简单的语言技巧，是可以增进感情，然后润滑生活。女生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其实不是要一个正确的答案，对，她要的是这个情趣。对 对, 对，包括她后面在逼问你，你太太逼问你也是想，就是我其实很多人到最后就特别羡慕小两口有这么多的话可以说，其实真正最后可能让大家觉得伤感的是两个人到后来话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。当然有时候相对无言也是一种很美的境界，可是那种小两口拌拌嘴啊，吵吵闹闹是很大家都很羡慕。你的衣服是自己买还是别人给你买？比如说今天这套啊，就是搭出来的，但今天这套很紧身，我也不是为了凸显我就是最近这一套很厉害，你知道？你自己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你这套如果我没猜错是那个牌子，这个很贵耶，朋友，这很贵的耶，是借的是不是？还是买的？买的肯定。你是为我们节目买了一套迪奥吗？没有，借的。哦、不要播不要播，这都现在男艺人都是借衣服，女艺人也是都是借的啊。我不知道这套衣服这么厉害，这套衣服很这套衣服很立刻不敢动了，怕弄坏。要吃东西小心一点，不要借到有。有，等一下吃的时候寄一个东西。哎，你都要穿这套衣服下厨吗？不是不是，本来是这样的，我想的是什么，就随便就是像来自己家做客一样的。这样，然后没想到，哎，这么贵。我有件衣服经常穿，一穿穿三天四天，就是没脱过。剧组嘛，我早上起来穿这个衣服，我到剧组就要去换衣服，换衣服，然后拍一天的戏，换戏、其实是干净的，对，非常干净。我就，我有时候也是，因为在剧组去那里，然后就换衣服了，所以这个用这个衣服的时间还不到一天。对。我四天可能只穿这个衣服8个小时，非常好。平常一天一件衣服要穿12个小时，那我只穿四天才穿8个小时，它怎么可能比12个小时还臭？当然，所以我一穿四天，它还是香的，还是香的。当然，香的香的，这是什么歪理吗？Are you sure？ 我是同时有两套，我穿一个礼拜。也不换，但我每天好像都穿了不同的衣服。A B A B， 但是哦，这还不会有人说我。这叫生活智慧。你自己预测一下，你在我们节目当中立一个 flag， 你在2020几几年可以接到吻戏？今年有可能吗？今年2020几年吧，你立一个 flag。希望有导演帮我拍。就是很真诚的是吧，因为这个自己决定不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其实我后面觉得这个其实也不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事情。他有感情戏都没吻戏。有跟导演沟通过这为什么这件事？就剧本写的就没有。注定了。注定了。加都不好加。也没有，我也没有硬要加。你希望吗？你希望有。其实也没有。其实应该拍了会很紧张，对。但是我只是那段时间，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呢？是因为我有段时间我就有点羡慕，就是认识沈月之后，我有点羡慕他，就开场就拍吻戏，我就问他们拍吻戏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，因为自己没体验过，所以我觉得都要好奇多过于真实的这个想要，对不对？因为那时候是好奇多一点，现在其实就慢慢的就觉得还好。那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还是希望你可以在生活当中找个伴，对吧？是不是？是是是是。其实现在有非常多上门的服务，很多外国朋友来中国之后就说中国人太幸福了，吓到了。对，我还看过有那种说可以上门演你男朋友的啊？什么？就是比如说那种前男友结婚，然后、就要人去撑门面，说跑腿服务还可以做这个。我听说有那个上门给送那个包螃蟹，螃蟹不是很麻烦吗？就是自己手受伤，包螃蟹，然后人给你包螃蟹，还喂食，不可能喂到你嘴里。有，真的有。我有一个朋友就会帮我包螃蟹。谁啊？魏大勋。我们那时候在厦门拍戏嘛，拍着拍着我们就在桌上吃饭，他说哎我梦你吃螃蟹，好好吃好好吃。我说哥我不会吃，我说我原来吃的螃蟹都是人家中间劈一半然后我直接咬就行了。对对对对对 对, 对, 对。哎没事，哥哥给你包。他人这么好啊，除了抠一点什么都很好，完美。
但是你们不觉得有很多食物是别人包完之后就没有那个味道了？不不不不不不不，怎么会？瓜子仁儿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没意思的东西。嗯，对对对，瓜子一定要咔咔嗑着，瓜子仁一把往嘴里，这是什么嘛？很好啊，我可以。所以我觉得吃小龙虾，如果是别人包好的，我心里是暖的，但是我嘴里是寡淡，是没味道的。是他手没洗啊？还是没他手洗？他手洗了，他戴着手套。有些食物是必须要经过你过手那个过程。不是不是，风格不一样。对对。哎，会不会将来会有人上门帮你嗑瓜子儿呢？太可怕了，这有点恶心。你好，我来了。呱呱。还有什么上门的活？因为我很爱打麻将，三缺一了，实在是找不到人。哦，我知道，就要找那个打麻将的过来一起。然后我们有一次我输的挺多的，那个人还返给我200块钱。上门陪打吗？陪打，陪打的，陪打，然后还赚钱走，马瘾上来了。那其实他们这个风险蛮大的，能做这样就是三缺一，他的牌技应该是很好的。他都能赢我钱了，你想想，呦呦呦呦呦呦，麻将高手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一种之前我经历的，我之前我媳妇儿想给我织一个围巾，但是她总看一些教程，怎么学都学不会。后来她又在网上发了一个公告，然后过了一会儿就有人接单了，然后上门来教你怎么去织，然后按小时收费。这么厉害，织围巾20块钱2个小时。那你那个围巾是你媳妇儿织的还是她织？是她织，但是人家会在旁边告诉你怎么下针啊，等于帮你上手，然后你再对对，因为2个小时还织不出一条。她2个小时只是帮你会教会。哦，这些东西都是在哪里找的？她也有专门上门的软件，对不对？对，有一些 APP。我之前工作特别忙的时候，那个没有时间遛狗，然后我找一个。遛过的人帮我找到了，不可能，有这样的网上真的找到了，有真的，哇，真的有，什么都有。这个反而在国外很早就有了一种兼职，但是那个不是这种上门的偶尔的，是长期的。就有些学生他可能做这个兼职就是帮，比如说邻居遛狗，所以有的时候你会看到有的人是1000十几只一起，就不同家的，对，不同家的他一次遛，对，送那个药的。啊，有啊，对，这个已经很普遍了，很普通吗？很普遍了。现在有一个新的词叫百步青年，你们知道吗？就一天微信步伐不超过100步。其实不是懒，是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没有出门的理由了，就是太多事情你可以在家里实现，可以在家里完成，这也是一种幸福，但是也可能是一种隐患。一天只走100步还是有点太少了，我觉得不行。所以我想可能还是要找机会走一走，或者你可以上门叫人家帮你走。这是一个办法。你年轻人很流行夸夸群，你知道夸夸群吗？就是你做什么事情我都夸你，你难过了我鼓励你，你失落了我安慰你，哪怕是你最大的缺点我都可以夸。这是一个上门服务还是？不是上门服务。你跟你的闺蜜好朋友不是这种夸夸群的关系是吗？也夸。你刚看了我那个朋友圈了，我今天早上做一个鸡蛋，然后忘记关火了，然后它就炸了，然后我就发了个朋友圈，然后我一个朋友就说你真是个小美女，我说那为什么？就是你随便做什么，他你真是个小美女。倒计时开始。呼，后面有倒计时，再帮我也倒一过，15分钟。要是我手感不好的话，我连火都升不起来。OK， 升15分钟火也是太超过了。好，现在王嘉尔首先再倒开水，直接放，稍微等2分钟，双手等水开了。再一个，然后。还有这是我们可能拜托冰箱的观众非常想看的一期，因为其实泡面料理我知道虽然说是听起来好像没有那么的高大上，但是确实非常实用的。我们其实觉得吃泡面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，只是说你可以加一点小心思在里面。那今天用到这两个食材，一个小龙虾，一个是面包蟹，看起来都有一点点复杂，我们看怎么和这个泡面结合起来。划开的 OK， 切成怎么样？切成这样的，我教你一下。Oh my god！好，我知道了。对。
哇，其实很妙呢，可能是因为这位主人冰箱主人的食材太丰富了，所以导致双方做的事情真的很不一样。这边在切火腿肠，而那边就不同了，在剥开火腿肠。哇，这很难切呀，这个。哎呀，这个刺激啊！Jackson, 用同样的食材做同样的东西，就看哪个做的更好吃。哎，对对对。OK 了。然后这样 ，Jackson。这样就这样，好 ，OK 了，都切了。然后再碎一点吗？不用碎了 ，OK 了。这样，安老师之前教过，一定要这样，对吧？啊，哦，哇，哇，好专业！王嘉尔本来起点就高，现在还不断的在我们冰箱家族的厨师的这个指导下不断的精进，所以他是进步飞速。他现在已经会猫爪式的切火腿肠了，太专业了，太专业了。而这边面已经下锅了，李阳。下锅了，我先煮一下。但是是变成这样的哥，你看 ，OK 啊 ，OK 的。然后你切完都放到一个碗里就行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厨师之间互相提醒，小心。好，有一只小龙虾越狱了。真的吗？嚯！谢谢。Jackson， 我到里边了啊！哎，我觉得有点太多了。你觉得？现在嘉尔把火腿肠已经切成了，把那根切完了就够了。我们看一下现在的时间，目前还有11分09秒。煮虾，剥虾。小龙虾是直接煮是吗？直接煮，煮完了再剥。煮了再包，对。现在打一个。我想问一下李阳，你因为只用到它最后的肉，所以，你不需要提前太过多的去清洗它，对不对？那个小龙虾。对，我不要壳，只要肉。哦，不要壳，只要肉。因为如果是你要直接把小龙虾放进去炒的话，在下锅之前还是要清洗的。因为我特别爱吃我爸爸做的小龙虾，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我爸爸就是有一个很大的盆儿，那个盆儿他坐在那儿，然后拿一个小刷子那样很细心的去刷那个小龙虾的画面。然后我现在打一个面糊，我要干嘛现在？你现在可以帮我打这个吗？我要水，帮我盖子再。然后呢？然后盖子，开大。我知道。对，开大。开大的那个是两分钟的那个吗？两分钟那个。可以，两分钟。嗯，开始。对，第一个。好像没盖好盖子。对，然后看。OK， 然后摁第一个。摁住，摁开始。打方便面。方便面。对。打方便面。对。那在啊？王嘉尔，你在打方便面？应该是。是的，是的。然后下一步就可以再等一分钟，我们就可以包虾了。把那个夹子，夹子在这儿，放在哪里？放在这个锅里。哎呦，没事，没关系。没关系。你觉得 OK 了吗 ？OK 了。好，嘉尔，我帮你报时，现在还有9分49秒。Okay. 现在王嘉尔已经把煮熟的，已经变红的小龙虾把它拿出来了。面饼，啊，你们面饼哦！天哪，不敢相信这是方便面。放在哪 ？OK 了，放在案板上。然后呢？然后戴上手套，然后拿纸，拿着那个毛巾，咱俩一起包。放在毛巾上面吗？对，放在毛巾上。拿一个干净的碗吧。我觉得就这个吧。可以啊。然后我们包在这个碗里吧。垃圾桶。手套呢？手套在这儿。啊。OK。哇。这样的。你是不是很尴尬的？哇。哇，好厉害，戴手套的这么厉害。没地方夸了，只能夸。这怎么剥啊？我帮你把头
拧一下来，头拧，先把头拧一下来，对，这边拧对吧？对，上下拧，对，对对对，对，上下。要不要过个水啊？这个可以吃，你可以，对不对？很脏，这个很脏，对，上下，就 OK 了。然后头就这样扔掉啊？对，头不要，我们一会儿留一个大的，留一个最大的，这个，这个留着，这个我们留着。小心啊！然后我先教你，然后摁一下他的身子，摁开之后，然后从第一个关节给他轻轻的一转，就 OK 了。然后放那边玩 ，OK。好，现在还有七分钟。我觉得这个晃是好的，不是吗？有的是好的，但有的是脏的。然后这个是什么？捏一下，捏一下，给它捏断。对，然后抓住第一个关节，抠开，然后一点点的拽下来。啊，就像虾一样。对对对对，就跟剥虾一样。但这个肉怎么这么少？这样都行。这样 OK 还挺多呀，这肉比那个虾仁多。对，是啊，我主要看虾仁肉太少了。然后我现在要炒面，你炒面了是吗？对，要炒。碎也没关系，碎了也没关系，咱们只要肉。好，现在用了鹏鹏的酱，对，鹏鹏冰箱里的牛肉酱，牛肉酱，对，然后和面一起来进行。哎呀，嘉豪你在干嘛？我在所有把他把那虾在那个他的骨头连的那块给他摁断，然后这样包起来。哎，好聪明，就比较快。你这么聪明啊你！嘉尔对于乐乐的彩虹屁接受无能，他只是按了几下虾。乐乐在旁边说：“好厉害，好聪明，好聪明。”嘉尔还以白眼。然后火腿肠。哎，这是刚才嘉尔切的火腿肠，对，你下锅了。对，这加的什么？加一点点水。为什么要加水啊？让它那个汤汁可以挂住那个面。OK， 然后一半我要放在炒面里，一半打那个 sauce 就 OK 了。现在时间还有五分钟，加了一点点盐，对，然后再加一点点糖，加一点糖，你看你这个是不是好吗？可以的，这些黄不是很好的吗？黄是很好的，但是哪个里的黄呢？有的人说吃多了对脑袋不好，不干净。OK 啦，我的盘子。那嘉尔那边还剩几只虾啊？嘉尔，两只，还剩两只，还有两只哦。OK 了 ，OK 了 ，OK 了。然后我会把这小龙虾肉也放里边炒，把小龙虾的肉放在面里面炒。对。
是这样的吗？可以了，可以了。然后我就可以放上 master， 然后 honey， 然后这三个一放在一起。然后这再多一点嘛，在那里够了吗？够了，够了，够了吗？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多少？两勺。一勺。对，放在那个 blender 里，我把那个给你冲一下。现在时间还剩2分50秒。加了蜂蜜吗？那是对，加了蜂蜜，这也是两勺，那个挤也是挤两勺，对，挤的是什么呀、啊？佳佳，这个挤的是那个黄芥末，哦，黄芥末，够了吗 ？OK 了，可以放在这里了，这样对吧？对，然后放在 blender 里打一下，知道你在找什么？盖儿。对，现在打一个，他用虾肉，然后打一个虾泥，用虾肉打一个虾泥。对，用小龙虾的那个肉做一个 sauce。哎、哇！2分钟吗 ？OK 了。然后帮我倒在这个碗里边，倒在碗里。哪个碗？对，那个干净的，那个。这就是直接可以吃的吗？对。OK 吗 ？OK 吗 ？OK。没有，我觉得还 OK 吗？你自己试一下，我尝尝。别这里，我给你一下。OK 啊，非常 OK 啊，这个这个，这就不用这么辣，撒在那个面上，撒一点一点点，一点点，一点点。帅，王嘉尔，一点点就够了吗 ？OK 了。这个不用吗？那个不用，剩下了一会儿你可以吃。试试看到底是什么。你试了吗？我试了，特别好吃。你哪呢？王教授，好吃吗 ？OK 吗？飞起来，飞起来！再飞！辣的，一点点。但 OK， 然后装饰一下，我拿那小草，用什么装饰？绿色的。啊？这是啊？对，这个怎么放？这个我不要那个，要这个，这个这么摆，搭在上面就 OK 了。哎，哥，赶紧给我。这个还是这边？这边，这样 OK， 可以的。好。这边 OK， 三个 OK， 然后我再来两个这个，然后呢 ？OK 吗 ？Flower 要吗？我觉得 Flower 在旁边 ，Flower 来在旁边吗？在这里吧。OK 吗？两朵，这朵放这儿，两朵 OK 了。OK， 不用太 over。对 ，Finish， 你拍零吧。倒计时。开始。干嘛？我干嘛？来，香肠先拆掉，拆包。香肠在哪里啊？香肠，帮我全拆喽。全拆了。用这个小刀吧。耶？对不起。啊。你把香肠拆完以后再放进去哈，不着急。
对，可以很多肉给你吃，但是他现在已经就已经晕了。是要把火腿肠打碎吗？月月，你们沈月有一种被人看穿的感觉。不要揣测我们的意图，不要揣测。女孩的心思你别猜。已经到什么步骤？已经开始蒸蟹了是吗？对，先蒸一下，这样一会儿取它的肉好取一些。OK， 火腿肠全部都要。这么多火腿肠，因为我们人多。罗拉，是不是那个螃蟹要蒸的时候，螃蟹要打过来要蒸啊？因为那个蟹的黄你要留着啥？哦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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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多了一点，有点担心。哇，芝士这个好棒！哎，都整了，放里面。哎，放里面不放里面，放那儿没事，我刚放了，忘记跟你说了。好，来，戴个手套。对，戴个手套，帮我把它揉在一块儿。好。哇塞，15分钟能做出来一道菜，真太厉害了！我在家就算做剪纸纸餐，我都要做一个小时。那也要几点起啊？这个火腿肠可以弄碎，对，哇，这个火腿肠真的很难弄碎，有点那个吗？因为这是什么叶子？这个是泡面伴侣，就这个绿叶子是泡面伴侣。小心点，我来帮你试一下。哎，可以的，用力一点，把它们揉在一块，辛苦喽。加油！好，要把它们全部揉到一块儿，这个步骤非常的关键。这个就是需要力气。对，你当减肥了。好。这边是把方便面再用手尽量的揉碎。月月，你那个面是干的还是湿的？他现在是在揉香肠，不是面，还有芝士。哦，就是方便面的蟹和香肠吗？没有，有方便面在那弄着。对，在里头呢。哦，方便面已经被打碎了。那个是芝士奶酪。哦，芝士。好特别啊！被打碎，对，非常的尴尬。煮面去了，加油啊，兄弟！你给我点面子啊，打碎一点啊！找到一个好方法，锤子这样锤好像比较好。可以吗？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月月一不小心可以了，摊了个力气活。月月，下一期的时候让鹏鹏也好好为你弄，好不好？好，小心手。我会打糍粑，我打的糍粑可好吃了。方便面，现在方便面打得像粉一样的。你的方便面打成粉了。这个揉差不多，就帮我揉一下这个。辛苦了。那需要换手套吗？不需要。不用换，不用换，你手应该是串位对吧？哦。
对对对，放一下放一下，它那个渣会掉进去。手套还蛮好戴的，回家也要买这种手套。就做菜的时候，是不是？啊，揉。对，然后帮我揉，辛苦啦。这个非常关键哦，这个步骤。现在双方都进入了一个精细活的阶段，沈月还在揉呢，沈月还在揉、啊，我已经换了一盆了，我不是揉的面了，这又变成什么了？我刚刚揉的是火腿肠，现在揉的是面。对，这还是那个泡面吗？它长得完全不是不认识的样子了，完全是。对，哎呦我天，没见识我了吧？长见识了吧？我也干过这活，什么时候干过呀？在我的蘑菇屋干过。差不多了哈，然后现在你做一个比较精细的活，你这个女生可以做得特别好，就是你要让她做。相信自己，真的。就把它包在里面。做几个？没事，现熟了就好一些。然后我们要先把这个摊在那上面。没，就哎呦，有点不太好。这个面没揉好。没事，揉很好了。我们要先把那个，你看看怎么方便怎么来。把线填在里面，然后把它包起来，然后一会儿我过来弄，你看一下你怎么方便怎么弄就好，最好弄成长条形的，行吗？把它搓成长条吗？就不，你最好是这样子，然后把这个线填进去，可以多填点 cheese， 这样就是做出来会让它丝一点。然后如果说不太方便，我们可以再做一层饼皮盖上去，只要大概做两个就好，好做大一点就行了，小心哦。加油！那我都放案板上来。Nice！ 哎呀，手套。熟了吗？蟹。熟了。Okay. 哇，太棒了！谢谢方太。对。分钟吧，好，取一点吧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哇，哇，超棒，就这一个好了。只要一个好来，玉，帮我那个蒜头、洋葱，还有生姜切一点放进去。好，蒜头大概拿两半。对，我的冰箱里有。蒜头两半，洋葱，然后生姜是吗？怎么办？只有两分钟了，我们这个还没下锅。别担心。这个生姜怎么切？要生姜去皮。我来帮你去皮。你先切蒜头，好，蒜头大概切三瓣吧，三瓣，嗯，小心哦，我丢进去就好。然后洋葱大概切半颗，对，这半颗切掉就行。对，月月你在干嘛？他在帮我处理酱汁。好，这个洋葱是这么切的吗？还要怎么切吗？没事，可以了，非常棒。
然后月爆那个小的那个锅里面烧热油，这锅，这锅吗？对。烧多少？多点，全部倒，我要油炸东西。啊，油炸？对。呀、嗯！哎，这边终于开始下油了。对。锅是干净的吧？是，锅是干净的，洗过了。有没有水分？刚刚？没有，我刚擦掉了。啊，漂亮。姜还要吗？不用了，对吧？嗯，好。什么的？什么？姜不用了，对吧？不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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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用。你刚刚里面馅儿包的多吗？还好。来，我们继续炸它。你看油温怎么样？他们那个好棒、啊、对，还行，还可以看一下，应该还不行吧，没事，我们有那个是饺子吗？罗拉啊，那个是饺子吗？泡芙，泡芙是吗？对，把它做成一个泡芙形状，但里头是芝士会拉丝的那种火腿。哦哟，我就说芝士。现在时间还有一分钟，加油了，要下锅了。可以下锅炸了吗？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小心一点手哦。好。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。好，现在沈月要把这个下下去。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小心，小心。对，慢一点。快，跟着扔就快跑，油不够。快跑，快跑。油温太低了。有，不，开始了，可以了。还可以，有在冒泡。小心一点手哦，你看一下差不多颜色。看不到颜色都。啊，这样。哦。哎，还可以再烤，再炸一会儿。等会儿拿它。哦，怎么越来越小？怎么缩水了？怎么只有这么一点点了？不不不不不。我知道是它散掉了，断了吗？倒没断，是没哦，先炸吧。好像是它散掉了，它外面的那层东西掉下去了，掉到油里去了。就有可能那个油温是吹的低的，对，所以那个一炸的时候要温度高的话固定进去，那个油应该要嘣嘣嘣，然后放进去它直接膨胀了，然后再捞出来。一低油温的话会。现在油温低了，所以那个花掉了。现在没事，我再包一个，没事。哦，小心手，好烫哦，这个。没事。好，谢谢。哦，香啊！因为我不是你的错，真的不是你的错，完全不是你的问题。今天买的这个食材，我就已经想到了，就是会出现这样的状况。罗拉，你在做什么步骤？我在把螃蟹最后焗一下。罗拉，如果你用喷枪的话，你别烤了，那个喷枪烧一点，焗一点奶酪怎么样？好嘞。小心烫啊，别慌啊！不会，帮我去冰箱里面保鲜的最后下面那一层，拿一个那个出来的，对，盒子。这冰箱里面的味道好好闻啊！谢谢。不好意思，大家久等了。喂喂喂喂喂。